你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你那个点钞机。点钞机了啊、哦。还是。哇，还带点钞机哦。对，因为之前交易的时候有收过假币。这是买卖契约就对了，要给对方签的，对不对？吉安分局3月16日晚间7:40，破获一起诈骗案件，经查歹徒以股票投资名义，诓骗被害人前往吉安乡海岸路，面交新台币220万元。经员警埋伏守候，当场逮捕一名林姓涉案车手，查扣点钞机1台，全案依刑法诈欺、洗钱防治法依法移送侦办。